接下来的规划？接下来规划还是希望可以以跳唱跳，哎呦，给大家。好好美美的站着唱，不是怎么？总是有一些气势的东西啊，对啊，气势的东西给大家，然后也比较好接商演，不是？那太诚实，不是啦，就是。其实我是一直都以来蛮喜欢跳舞的人，所以我觉得唱跳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努力的对挑战的方向。嗯，有没有考虑找阿布一起唱？有啊，如果他愿意跟我合跳的话。他刚刚说不要这么累，他就一直坐着，坐着就好，在旁边就是贴。怎么好看哦？如果有机会的话。OK 啊、哦、，OK 啊、哦。我觉得这领域可以。我觉得，以歌手来讲，应该是蛮重要的，就是一个代表大家会喜欢听这首歌，会去，不管是 MV 也好，或是歌也好，至少是他，会去想看。我觉得，这已经是对我很大的肯定，不一定要真的有实际的实体销售，至少大家都会唱，然后已经朗朗上口，我觉得这比较重要，得到证明。